么让人探索认知以外的世界，去面对未知的领域。我们小时候懂得质疑周遭的一切，但在学习接受之后，便渐渐不再对。你就快到了。这条小路通往山上，我们从山顶应该能远眺整座山谷的美景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稍微走慢点。这风还真大，继续走就对了。你爸爸一定会以你为荣。我知道，但我有好预感。失去重心，我没事。看起来我们得想办法通过才行。还不错嘛，如果天气突然变差，我们还可以躲在这个洞穴里面。你真的认为我们会找到失落之城？我知道希望不大，但那位老探查员说他曾在这些山上见过古迹。雪越来越接近了，我们最多剩下几个小时，时间应该还够，我们快到山顶了。你觉得呢？我们很接近了，月娜，我感觉得到。这里感觉挺稳的，不过还是继续靠着墙好了。好，看来要从这边爬。小心那些掉落的冰块。好，准备。哈，这里。
我会把你拉上来的。高考。